梦回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南虎。咱们继续来看一个马库楼的一个比赛啊，这一打呢，对面是一个立地虎。这样的话，咱们放了一个剑士呢，就很难起到一个作用了啊。而且对战方的两个刀都是隐身，咱们还带的是一个杀人的一个副本。这样的话，咱们还是进入了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局面。对面的一个力气和非常锻炼，可以看到建设是建设不到对面的一个人物，这样的话是完美的把一个骷髅打法给克制掉了。因为骷髅打他的一个血是非常少的，然后对面只需要平 A 一下就可以带走，或者骷髅一把神佑啊，也就是说对面只要隐身送死关招就没有问题。而且骷髅打他的一个打法，他的一个节奏非常慢，这样的话对面的话拿捏一个骷髅打他就非常容易啊。而且对面的一个宝宝也是带一个高驱鬼，哎呦，这样的话方大方是碰到了宿命之敌，赶紧召唤是吧，一定要把局面稳住。好，对面出了一只虾兵，方大方也是不怂，而且方大方的一个宝宝其实是都带，哎呦，这个虾兵有点帅，而且刚才放的一个宝宝都是带隐身的，而且技术是可以假鬼脸的，这样的话怎么说呢，可以说是大唐的一个宿命之敌是吧。可以看到刚才放的一个骷髅怪呢，它的一个防御是非常高的，对面继续藏起来是吧，我只要藏起来你就见识不了我的伤害，非常的过火，大家对面的一个虾兵啊，带一个失血攻击，还是挺帅的。感觉观察方有点迷，被打懵了。还是跳半天。哎呦，观察方被套上了一个大死亡，如果像这种骷髅的大唐啊，如果被套上了一个大死亡，就可以说几乎的话是可以说宣布 GG 了啊，因为大死亡一中啊，你就不可能被拉起来，这样的话你不可能拖十回合是吧，除非你的一个宝宝确实特别的一个强势是吧。看一看观察方的一个大唐还想不想继续顶一下啊，因为观察方场上的一个宝宝足够肉，完全有顶的一个资本是吧，直接逃跑。感觉对战方可以出这种法系的一个宝宝啊，观察方的一个美女是在一个高级鬼魂的，所以被毒不上。哎呦，对面的一个杀人虾兵过来，也是打不动呀。
其实对战方有点憨憨是吧，一直在读，对面应该不是很了解这个鬼魂的一个特性吧。可以看到一些物理门派是直接没有，是吧？直接拿这个子女没有什么办法，因为确实啊，防御打得太高。哎呦，对面的一个下定区大王，一个绿皮套啊，有点帅呀、啊！哎呦，观察方的一个大死亡也是顶过去了，但是观察方的场上的一个状态非常不好。再看观察方想不想反抗啊？哎呦，没有机会。